嗱，好耐冇揾個夫子上嚟。係，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好，我又要揮下手啦。今晚請個夫子上嚟，因為實在太大一件事啦。嗱，喺禮拜一咧，我哋個教育局長啊，其實係啦，禮拜教育局長阿楊潤雄就話咧，九七前後香港係冇三權分立嘅。OK， 因為咧佢要改嗰啲通識教科書啊。咁啊，第二日呢個林鄭，我哋嘅偉大特首出嚟講啊，佢話咧，我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以前你哋以為香港咧係有三權分立咧，只不過你哋嘅知識係唔夠，仲有啲人咧就刻意咧係誤導。我而家出嚟咧，佢個四個八個字啊，叫做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咁咧，我今日一定要揾夫子上嚟啦。到底三權分立香港有冇 ？OK， 此其一。第二，我哋一向認為，亦都好多人講過。包括當然民主派梗係話有啦嚇，大律師公會梗係話有啦。但係除此之外，以往咧不少咧，即係建制派甚至一啲港英嘅餘孽，都係話香港係有三權分立嘅。咁啊，我覺得好奇怪，點解喺國安法生效兩個月之後，咁啊佢哋就中共講啊，叫你班人唔使驚嘛，唔係針對你哋啊嘛。點解而家要挑起即係挑起內部矛盾啊？咁啊，挑起外部矛盾咧，係一件搏一件喎。咁咧就拉咗肥佬禮啦，搜查《蘋果日報》啦嚇，即係200差人去搜查《蘋果日報》啊。咁啊，又拉埋周庭啦。咁啊，跟住咧過咗冇幾耐，又拉呢個林卓廷啦，同埋許智峯啦。咁拉林卓廷、許智峯咧，係一個好大嘅，我都覺得好 shock 嘅。本來咧，佢哋拉佢就話佢哋七二一就參加即係。涉嫌報道應該咁講。喂，七二一是非黑白好清楚噶啦，大部分人都睇得好清楚，邊個係襲擊者，邊個係受害人噶啦。即係除非眼盲或者嗰啲扮嘢嘅藍絲，同埋啲部分海外親共華人話係林卓廷出嚟搞搞震，或者民主派出嚟搞搞震。當晚呢班咁嘅白衫佬對見人就打。喂，好清楚噶啦，呢啲冇得呃噶啦，好啦，一件搞一件，就驚死你香港人咧，唔興噶喎，啊，點解要搞成咁咧？而家美國一步一步咁制裁香港，林鄭嗰十一件都制咗噶啦，越嚟越搞得大，係咪真係共產黨想攬炒香港？咁所謂何事？有咩利益啊？損人亦不利己喎。嗱，呢度咧就好多個問題啦，嚇，係好多個問題啊！因為點解咧？我哋可以從眼前一啲嘅動態先講啲動態，跟住再一啲宏觀啲嘅。宏觀裏邊咧，既有係政策性嘅問題，亦都有執行性嘅問題。你呢個執行性咧，就更加要鬧香港嗰啲官員嘅。嗱，所以咧就我哋係剝洋葱咁一個一個咁嚟分。好啦，先講嗰個三權分立啦，咁樣嚇。咁我調翻轉頭啦，我即刻睇到一樣嘢。其實而家啲官也好，建制派也好，佢哋係用緊一種表面嘅文字遊戲，然之後去掩蓋行之有效嘅實喎。啊，嗱，點解我咁講咧？咁如果你話譬如你話大家而家都知道。已經係行之有效，行咗好多年，包括建制，包括政府官員，過去都有講，包括法官都有講，香港係三權分立㗎咁樣係嘛？既然已經有，而且又咁實在，包括習近平上台之後，仍然係落實緊香港三權分立嘅。咁如果你話既然有啊，咁你點解要雙手奉送咧？而家嘅雙手奉送，如果你話大家堅持講兩制，係香港人一齊爭取出嚟生嘅仔。喂，如果係咁咧，你而家特區政府呢一班咁嘅官員咧，係親手殺死呢個孩子喎，呢個係政治謀殺嚟嘅喎，嚇！咁我有篇文章我就話呢個係三權分立謀殺案啦，係嘛？好啦，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你話佢話從來冇過嘅咁樣，咁我調翻轉頭就問啦，喂，
即使從來未有過三權分立的定性，或者即係文字的表述，或者是政策性的確立，但是既然香港已經是有三權分立的質是存在了的，那不應該爭取嗎？你作為特區政府的領導層，你不應該跟香港人一起去爭取嗎？你還要反過來去殺了自己這個香港人整體去維護的個孩子啊，咁你呢一啲嚟講咧，係絕對唔要得嘅。好啦，咁跟住咧又講下三權分立。其實呢度咧，我真係要講翻下八十年代我哋喺北京採訪，係採訪基本法當時成個前世啊。因為1985年開始採訪，開始成立基本法草委，內地委員、香港委員啊，成個過程我都有跟進嘅嚇。我在英國採訪完嗰個中英談判之後咧，冇幾耐我調去北京啦，就跟進個基本法成個起草過程。到89年六四，咁我就要翻翻嚟啦。喺基本法就喺嗰橛，即係八九六四之前，基本上成個形咧就已經係定曬噶啦。到最後完即係鎮壓咗之後咧，先至無端端係扼23條落去嘅啫嘛。但係個形咧喺六四之前已經有曬噶啦。咁而整個過程裏面咧，我好清楚，包括內地委員啊，喂，佢哋嗰陣時都冇一概否定三權分立嘅噃，包括當時啲建制嘅即係港方議員啊，都冇否定嘅喎，甚至上有啲人咧係支持嘅喎。嗱，我又舉個例啊，報紙出咗嘅啦，譚慧珠，係，咁佢1984年嘅時候咧，佢亦都係喂同意基本法。或者未有基本法同意呢一個三權分立嘅，嗱你睇翻啲文章啦嚇。咁最近咧佢就講就話到後來佢而家話冇喎咁樣，哇！咁大家就即刻揾翻佢嗰陣時講嗰啲嘢。佢嘅解讀就係話1984年嘅時候都未有基本法嘛，未起草基本法嘛。咁好禮貌啫。嗱，咁我諗唔需要我問啊，唔使我講啊，大家就即刻講啦。喂！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解讀咧，就係1984年嘅時候，強權與利益，未來到眼前啊嘛，咁你嗰陣時咪可以即係所謂唔使跪低啊，有講翻啲人話之類咁嘅嘢咯嚇。咁跟住咧，慢慢回歸咯喎，咁樣到眼前呢段時候，你話強權與利益，其實已經係擺喺好多人眼前啊嘛，係嘛？咁嗱，我唔去評價某個人自己嘅選擇。我覺得他哋自己可以有選擇，甚至上他可以話覺今時而作非添，係嘛？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如果喺嗰個年代，包括內地嘅委員都唔一概否定三權分立。我好清楚當時啊，港澳辦啲官員啊，同我哋講啊，或者內地啲委員啊，因為佢起草委員噶嘛，佢哋都話值得研究喎。咁於是咧，我就喺香港幫佢哋揾好多呢個三權分立嘅資料，然之後就攞到上去。佢哋當時真係好認真嘅喎，甚至上咧，港澳辦嘅官員講嗱，當然佢哋可以否認嚇，因為我亦都唔想令到佢哋難做嚇。講咁有一部分咧就已經過身啦嚇。咁當時係點咧？佢哋我哋即使唔可以講三權分立，但可以將三權分立嘅內容。融入基本法裏邊嘅喎，當時嗱，而家過身之後，嗰個李後我可以講啦。咁李後當時咧，魯平都走埋啦，周南又走埋啦，嚇。咁我總之即係個個都走，與人為善嘅。OK 好。咁咧，因為李後呢句説話咧，後來出咗嚟嘅。咁李後當時咧就同我哋大家傾開偈，咁佢就話：老鄧即係鄧小平啦。咁起草基本法嘅時候咧，因為講到法律，佢都唔係咁。熟悉噶嘛，於是佢又講一句：應該係點咧？宜鬆不宜緊。嗱，你個精神嚟講係寬鬆，因為嗰陣時咧，大陸啱啱開放改革冇幾耐，而基本法或者一國兩制咧，佢當時兩個目的，第一個咧就是向台灣示範啊嘛，所以佢咪宜鬆不宜緊咯。第二個就是當時中國真係有個心去吸收一下外國有啲咩嘢，外地有啲咩嘢，邊啲可以吸收？嗱，佢唔係話全盤接受嘅。他都話唔可以全盤西化嘅，咁但係佢都願意有啲嘢吸收嘛。譬如好似當時
佢同英國鬥得咁七彩，後來聯合聲明寫咗啦咁樣。咁當時咧就話：咦，係咪英國都有啲嘢值得學喎？譬如啲個廉政建設。咁所以我哋當時仲喺體制內噶嘛。咁佢哋話：喂，我哋啱啱先同英國鬧完交，咁咪個聯合聲明寫咗，我哋而家就喺後過渡期，想做好多點樣搞好香港嘅嘢。嗱，你話當時係咪開放啊？但係佢當時仲有一個思想閉塞嘅地方，就係話咩咧？就係我哋而家點可以公開學英國嘅嘢㗎？咁結果於是點啊？咁於是咪揾我哋幫手，譬如啲廉政建設，當時同廉政公署話有啲咩人嚟到啊，咁啊大家要同廉政公署啲人傾偈啊，大家係以民間身份、學者身份，我哋咪串你嚟去大家傾咯。佢哋願意學嘢噶嘛？當時咁跟住就係廉政公署有啲咩公開嘅資料啊，點樣去廉政教育啊等等，我哋幫佢哋串起嚟咯。咁所以，嗰陣時個官員咧係真係係有心學嘢，謙虛同埋係冇否定三權分立嘅，而且後來咧係我之後都講佢哋將三權分立個概念咪融入咗個基本法裏邊噶嘛。咁好啦，點解林鄭地而家咁樣改法咧？咁樣係嘛？兩大原因。第一，首先公開。正式否定三權分立的是什麼時候？2008年習近平來香港視察馬術場地的時候，臨走的時候，或者就那時候跟曾蔭權，大家你看看這片，他說到要互相合作的就結果他講完這句話之後，三權要互相配合2008年大家即回憶一下，當年習近平在奧運之前嚟香港嗰年我仲記得習近平咧去探啲有户人家，孭住個聯想嘅電腦去送禮，呢啲往事啊。嗰陣時講完咗之後，而家林鄭地佢唔會再講後續嘅，後續係點咧？就係習近平一講完咗之後咧，喂，全社會啊、法律界咧都扮啊嘛，你明明就係你哋自己過去都認同三權分立嘅，係咪？咁回歸初的時候，全部是三權分立的實質執行緊噶嘛，係嘛？咁嗰陣時要向台灣示範喎，咁你咪即係做到好禮賢下士咯，或者即係好無為而治啦。啊，按翻香港以前嗰套咩做法啦。2003年七一大行之後，上邊就改咗個政策啦嘛。雖然佢唔係一下子改，佢個骨子里咧就開始講嗱，唔係三權分立㗎，係行政主導啊。但係當時都冇抹爛塊面㗎。係嘛？仲氹下氹下咁樣。好啦，習近平嚟到嘅時候咧，就講三權係要互相配合嘅、合作嘅咁樣。咁講完呢句説話之後咧，咪全社會都辦咯。好啦，跟住後來咧，佢為咗要平息呢一個咁樣嘅怒潮啊。咁而當時習近平係未坐上總書記呢個位噶嘛，佢2012年先坐上去噶嘛。所以後來國內咧就為咗平息一下，咁於是咧就講法就係叫做三權係互相配合。但也互相制衡，就是林鄭而家講嘅嘢啦。咁你睇下嗰陣時係2009年啦嚇，應該係2008、2009係咁上。喂，而家林鄭係十人牙位，或者即係跟住中央嗰個口徑嚟，即係嚇，即係點講啊？亂噏啦嚇。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呢啲只不過係按中央口徑嚟為今日嘅政治服務嘅啫喎，所以邊處有呢個所謂嘅真或者即係個風格，邊有嘅啫？好啦，第二次否定呢一個三權分立嘅係亦都係官式嘅，即係比較正式嘅，就係2012年啦。2012年做乜咧？習近平上台啦嘛，上台冇幾耐，到當年嘅年底或者2013年嘅年初。於是係咪出現所謂七不講啊？係啦，九號文件，中共第九號文件。七不講裏邊嘅內容就包括唔准講三權分立、司法獨立、係新聞自由、係普世價值、中國共產黨以前嗰啲咁樣嘅即係衰嗰啲嘢，錯誤啊，唔准講，係啦。嗱，咁呢七不講出咗嚟之後咧，喂，而家林鄭地咪完全攞翻曬嗰啲嘢出嚟啫嘛？我問一問你哋而家呢一批嘅官員，你哋有幾多人
是真的全面看回當時起草基本法的會議以至那個研究記錄，你們有多少個看過？我不是說全部看過，最單到當時我有採訪，我跟很多國內的委員、香港委員，大家是即是包括當時裡面有些不是委員是研究員，我們一起做研究的。那當時三權分立或者即是這個司法獨立等等，是當時講到明是香港回歸了之後賴以向國際顯示一國兩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來的、我不舉那些人名了，因為為什麼呢？有些就過身、有些呢就仍然健在，咁仍然健在嗰啲咧，都老人家嚟噶啦，嗰啲已經係咩噶啦？咁以前嘅四大護法就冇咗啦嚇。咁我就問，我想請問而家啲官員，你有幾多個真係知道當時嗰個基本法起草嘅前世啊？你而家就按中央嗰個口徑，屁股決定腦袋，咁跟住咧就係、是、按而家中央話俾你聽嗰個嘅解讀嚟解讀基本法嘅今生。你哋有乜嘢嘅實際嘅材料？而且我調翻轉頭再問多句，中央而家會唔會俾你去睇當時起草基本法嘅全面嘅文件記錄，以至係研究嘅材料啊？有冇俾你睇啊？你冇，你點解會自己覺得自己可以撥亂反正啊？嚇，或者點樣個咩正本清源啦、啊？問林鄭以前佢做港英政府嘅官員嘅時候。即使是這個做了特區政府官員，我真的覺得喂他這些名詞、是近年來才認識的、所以去到這些情況是什麼名詞、是不是正本清源、我不知道，總之呢現在呢我經常覺得呢、就是、我有些形容我經常說的，現在是越來越多人呢是覺得認同的，就是上有精神下有精神病㗎啦，係啊，上面嘅精神係叫做方向、目標，係或者個任務等等嚇，我精神係咁嘅，但係佢一定唔會話俾你聽點做嘅喎。於是下邊嗰啲人咧，唔係去估上面啊，佢想點啊？於是一定係零左咪右嘅，咁跟住做出嚟嘅嘢，咪大家呆曬咯，係嘛？所以上面有精神，佢哋下邊呢班人就發病㗎啦。咁呢一度呢我真係唔係話單單想賣下廣告講個本書嗱、我最近就出咗一套書上下冊嘅、三劫之戰，三劫呢就係去年嘅送中條例，跟住肺炎，跟住國安法，對香港嚟講呢係近期嘅三個劫嚟嘅。咁呢三個劫說明咗咩問題呢？裏面譬如好似背後發生了什麼事，點解會有陳同佳案？點解即係呢個上面的政策到到後來去到咁盡？咁其中一個咧，我唔講太多啦。好多讀者睇完咗之後咧，有一個 feedback 俾我，就係裏面講林鄭嘅性格悲劇啊，嗰、那個係講得最透啊。因為點解咧？我正話講上有精神，下有精神病咧，就係你點樣去將佢變成咗一個即係。零左物右的產品，咁呢一度咧又唔係我講好多嘅即係醫學界嘅人士，佢話有啲人咧，佢醫學界嘅名詞叫做性格違常，違常即係違背常理嘅呢、這個醫學名詞。咁如果通俗啲嚟講咧，呢、這個就係人格或者精神分裂，或者思覺失調之類咁樣嚇。嗱，佢只係從一個病理嘅角度去睇啫，唔係講邊個嚇。咁佢有三種 A、B、C、D 型嘅。咁其中咧就係、是如果用一啲通俗啲嘅，就係、是、有咩咧？有啲係叫做壓迫型嘅，即係佢壓迫人，自己唔覺得，但係自己覺得好開心嘅。壓迫咗之後咧，我幾時壓迫你啊？其實壓迫緊你啊嘛。自己唔好做老細同事。係啦，嗱，第二種叫自戀型嘅，係自己覺得自己好好嘅，好叻嘅，全世界冇人佢咁叻嘅，嚇，咁啊即係呢個自戀型。第三種咧就叫做排斥型，排斥型，我只有講啊壓迫型，就唔止係壓迫其他人，話壓迫自己家人都可能會威一種，但係佢唔覺得係壓迫嘅，佢覺得人哋係會即係。
心悦誠服接受的。嗱，咁嗰個醫學上面嘅分析咧，仲有呢一種嘅病態咧，唔係嚟自本身身體裏邊嘅問題，亦都唔係嚟自外來撞擊，譬如好似撞到個腦啊，或者即係亦都唔係因為外來嘅藥物刺激嘅，係因為本身自然或者某種嘅元素。咁啊，產生咗正話所講嗰啲嘅性格遺常。嗱，咁如果阿傅子講多次，第一種就壓迫型，第二種咧就自戀型，其實咧佢好多種。第三種係排斥型，排斥係係。嗱，其實咧我呢個只係將裏邊嗰啲醫學裏邊嘅啲嘢咧，就係濃縮。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咧，其實亦都唔難嘅呢個嚇。嗱，咁我就話啦，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咁我唔知道有冇人患呢啲病，但係如果將呢啲性格放咗喺嗰個嘅工作，以至係個政治工作上邊嚟講咧，就好大鑊啦。嗱，我成日講啊，政治咧，你可以係一個即係嚇大家互相借勢借得靚，華麗轉身，大家都覺得好睇嘅咁樣，係嘛？但是如果你政治嗰個處理不好咧，係政治悲劇嚟嘅喎。我可以形容林鄭而家嘅狀態就是政治悲劇啦。係佢自己令到哇，全香港嘅人個個都即係大部分人冇乜即係直接利益在身嘅咧，大多數人都覺得而家好痛苦㗎。但係佢哋可能覺得自己哇，我真係萬世偉人喎、啊啊！你哋嗰啲咧。全部都是錯的，我現在要撥亂反正、啊、那究竟是不是他自己真的這樣想，還是現在的形勢令到他這樣想呢？我不知道了。如果沒有答案的話，恰恰就是證實了性格為常，是吧、所以去到這裡的情況呢，我就經常覺得我不想，但是又是實在，這個是中國封建文化王朝的傳承落到嚟而家，咁所以好多人話：，唉、哎，而家已經唔係咩啦？嗱，想解釋嗰陣時叫民國啦，屬於人民噶嘛，嚇！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嘛，邊處仲有封建王朝啊咁樣？咁我就話啦，其實而家係一個封建王朝嘅管治意識同模式，意識係 ideology， 即係佢嗰種諗法，同埋模式係 system 一個制度，係延續。而且不是封建王朝的殘餘延續，而是說個主體到今時今日還是非常牢固地植根於中國的黃土地上。所以從這個感覺來看，你就會發覺咦，好像現在很多現代太監、現代宦官、現代蠶臣或者現代靈臣、即是企人邊個靈啊，復活喎，是吧？喂，大家你睇影嘅時候咧，鬼影重重嘅喎，係啊，咁但係咧，大家都話：哇，你又喺度抹黑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話：係啊，夫子你好大罪啊！咁我咪話咧，就話：喂，你可以當我係講小説嚇，天方夜談。咁大家你亦都自己去睇下，放喺現實上邊，我哋係講效果嘅。個效果是大家老百姓接受的良好效果，不是你們一部分人認為自我感覺良好，跟住又在各方面的名利那方面你拿到好處、如果是這樣，香港現在的三權分立或者司法獨立是兩制的最後一根的支柱，很多都被官方一個一個打爛曬㗎啦，但係香港人仍然好堅持。嗱，呢一點嚟講，我覺得大家唔好灰心，唔好放棄，可以傷心，但係唔可以灰心，可以失望，唔可以絕望，係嘛？嗱，咁所以未來仲有好多好多，我覺得係好多好艱難嘅嘢。是我跟進一國兩制，我算死剩種嚟㗎啦。由 Day One 鄧小平講一國兩制，我哋已經係即係有工作需要去跟進，跟住中英會談調我歸英國，起草基本法調我北京，到而家一國兩制落實咗二十幾年啦。我真係睇到佢點樣變形走樣嚇嗱。咁呢啲嚟講，如果你話啊，我喺度哗眾取寵啊等等嚟講啦，我
可以用很多種實際的當時是怎麼講，今天是怎麼做，當時怎麼構想，即使未必成為文字、到今時今日怎麼扭曲、只要是有一個公開或者是開放的平台，繼續維持多元化聲音。夫子你真的講得啱啦，公開的平台就是我哋城寨和一眾傳呢個網媒啦，而家係傳媒裏邊嘅差唔多最後基地，因為主流媒體咧已經把到咧係殘曬噶啦，剩翻少數，譬如《蘋果日報》咁啦嚇，大部分嘅主流媒體咧都係如果唔係親共咧，都係自我審查都幾犀利。所以個法制的精神，法制嗰、那個。基礎自我審查相當嚴重，俾官員一再打爛、所以咧，你哋要支持我哋啊！我哋轉數快嘅 number 咧係6809941，6809941。咁咧，我哋仲有啦，如果寄支票嚟嘅咧，你哋可以睇下我哋嗰個支票抬頭點寫啦，以及咧我哋個地址喺邊度嘅。不過最重要嘅，而家即係網媒嘅生命線就係 Patreon， 阿健 Patreon 啊。Patreon 咧係好多好處㗎嚇，即係除咗睇我哋嘅節目之外咧，即係而家我哋要睇 Whistle 㗎嘛。咁你如果 Patreon 咧，你就可以咧淨係聽聲音版本嘅啫。咁你做嘢啊或者揸車啊各方面都可以聽到嘅。咁仲有咧啲廣告咧，全部係省略曬㗎啦，冇廣告㗎啦，可以一氣呵成去聽嘅啊，同埋係睇嘅。咁啊，請各位支持我哋城寨嗱。入 Patreon 唔係好貴嘅啫，你睇到啦嚇。咁啊 ，Patreon 係一條生命線嚟嘅，咁啊，暫時冇被干擾嘅生命線。咁啊，繼續阿夫子要講翻啦。你話提咗呢啲咁嘅啲太監啊之類嘢咧，就係、是、我冇講係邊個嚇。不過咧，有啲官員啊，自己對號入座啊。你話咧，你自己中意對號入座咧，亦都冇人理你嘅。咁佢哋會諗㗎啦嚇。嗱，即係你話基本法，你要知道佢前世今生。即係以前係點樣炮製出嚟嘅，係當時個時空係點嘅，當時中共官員嘅態度係點樣嘅。咁後來一連串嘅歷史事件，其中最重要就係六四事件啦，影響咗基本法嘅呢個起草嘅。嗱，所以咧，我成日講，不過你都要講埋一樣嘢先。咁咧，今日有幾位官員咧，包括咧我哋呢個突然之間跳出嚟啊，突然之間紅人叫曾衛國入境處處長，啊入境處處長就晉升成為啊。嗰、那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嗰、那個，阿擺阿習近平張相喺後邊嘅，應該係唯一個官員，呢、這個咁忠心嘅，就更加應該睇。嗱，咁我啊，咁啊，除咗呢個大乜華之外，嗱，我成日所講咧，即係話我哋都唔係挖眾取寵嘅，係原本係咁，然之後睇到成個變化係點樣，到到最後其實歸根結底。大家要看到現在中國那個的是一個什麼形態那個的管治模式那個物體、究竟是怎樣的，所以 我不是說講就是、推銷，而我這套書三劫之戰裡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透過那三個事件、反送中的運動、肺炎和那個反國安法、裡面去看中共的政治性格究竟是怎樣，大家呢、即不妨買本來看看，因為有網上可以買的、因為現在你說、沒有書展、或者書展要12月、中間又有什麼上網，即是我你的書如果 有興趣、可以彈一條link，你看到那個link裡面呢，你直接就有一個網上可以買，可以很易攞，以至寄到去你嗰個屋企嘅。所以就大家留意住嗰條 link 啦嚇。嗱，阿夫子頭先啊講咗咧，即係林鄭為首嘅一眾官員，其實咧都係同中國歷史上咧，直到而家都冇變嘅封建王朝嘅文化嘅產品嚟嘅、或者佢哋係自愿嘅，或者係各種原因啊。呢、這個就係香港呢班官員啦。咁但係咧，一直費解嘅咧，就係點解中共而家即係好似唔怕死咁、一步一步嚟嚇，即係你呢個拉埋肥佬禮啊、林卓廷都唔夠呢樣嘢咧。我留翻下一節嚇解釋下點解佢呢個係點樣運用佢嗰個嘅手法係，但係可以講呢啲手法完全係適得其反嘅。我知道，但係點解適得其反仲用 one by one？
啊，兩個月啦，一件一件越搞就越堅。咁我只當即係美國嘅制裁，亦都逐步逐步逼近。OK， 一步一步咁加深。點解一定要咁做？毛通係真係想攬炒中國、攬炒香港。我哋翻嚟再傾，記得轉數快係6809941，同埋入Patreon，上Patreon。